那女孩对我说：“恭喜答对，太简单，太简单。”但是奇怪，为什么每次，比如说他拉完之后，我就想说：“哎，我刚刚是吹这一首吗？”我们也平行实力的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？来，好，第二组人马，拍拍跟品书加油啦！品书平常有这么晚睡吗？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会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那就有机会了，晚睡哈，二选一了，二选一了，恐怖二选一，也没有什么好货了。对了，哎，琴音好吗？琴音好，送分送分。写诗完全一样，OK， 厉害，好，好险，好险！来，情欲小迪哥，请出题。哎，等一下，嗯，哎，等一下，你还能一边吹？不是，因为我怕干扰到他，所以我刚哎，那再一次，再一次，你就推你的，我知道，因为我那样子他真的会听不出来。等一下，最讨厌人家一边吹一边聊天，是是是，不能不相信。对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吹好，吹好，吹好。不行，好，答案要揭晓，没有吗？真的没有，确切答案。太爱如潮水啦！哎呀，害怕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哎呀，
好，还真的第三题，好吧，琴音。心强，心强，恭喜！可以呀，我今天蛮厉害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哦。好，哎，情欲小迪哥。为什么每次，比如说他拉完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刚刚是吹这一首嘛？我们也平衡实力的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？来，第五首，哎，琴音。歌迷唱完整首不知道啊？的五秒，好，正确答案是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重要的事情要说三次，也不错啊，这歌最火了。对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